山东恒瑞词典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科省墨子，工匠鲁班的故里山东滕州，是一家专业从事科研、生产、销售磁性电子材料及元件的高新技术企业。2010年创立之初，恒瑞词典便以振兴中国电子产业为己任，对磁性电子材料及元件技术进行自主研发，创领科技风潮，书写行业新篇章。恒瑞词典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拥有山东省铁氧体磁性电子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山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平台，凝聚行业顶尖技术人才，积极探索并掌握了高磁导率铁氧体磁性电子材料和一体成型电感核心技术，迅速发展成为拥有多项专利的创新型企业。公司研发的高性能高磁导率铁氧体磁芯系列产品，以其高磁导率、高频、高阻抗、宽温、低损耗、抗干扰等多种优异性能，占据市场重要份额。科技变革日新月异，针对电子终端产品，不断向小型化、薄型化、集成化、轻量化发展的趋势，公司自主研发了新型一体成型电感，以其体积小、损耗低、屏蔽性能优良、可靠性高等优点，在数字通讯、计算机、消费电子、数码产品、汽车电子、人工智能、工业控制、航空航天等领域获得广泛的应用。我们是研发为公司发展的基石，以强大的研发团队和持续雄厚的研发投入，致力于原创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每一次技术突破配合无数次创新试验，凝聚了数千工匠心血。先进的实验检测平台，完善的检测机制，精益化生产管理，标准化仓库建设， ISO 9001、 ISO 14001、 IATF 16949 对标国际的管理标准，充分确保了恒瑞词典一流的精工品质，树立起铁氧体磁性电子材料制造行业标杆，真正实现环境友好、社企共荣，为行业不断带来新的技术突破，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绿色动能。恒瑞词典先后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专利、山东明星企业、山东省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山东省专精特新企业、山东省邓玲标杆企业等多项荣誉，并担任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磁性材料分会副理事长单位、中国电子元件行业协会磁性材料与器件分会理事单位，销售网络覆盖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并辐射周边多个省市和地区，赢得了众多实力用户的一致信赖与认可。精益、专业、可靠，我们用品质承载信赖，我们与技术同行，与品质同行，与时代同行。我们以客户满意为关注焦点，致力于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并提供解决方案。我们与客户一起，根据瞬息万变的市场，迅速有效地满足客户的个性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带着梦想再出发，我们将延续初衷，担当重任，紧跟新兴应用领域，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构建以软磁铁氧体磁性材料和一体成型电感两大类相互协同发展的产业基地，致力成为最值得信赖的电子元器件供应商。恒瑞磁典愿与广大客户协同设计、合作发展，共同缔造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广阔未来。
恒瑞词典，铸就品质，凝聚永恒。